两个威，去死吧！是要逼我对吧？啊，走到我面前就朝我杀，谁杀了我吧？对，是故意把谁杀了？会把鸡瑶杀了，我觉得是鸡瑶。去死吧！听好了吗？哦，好冷酷、哦，砰！去死吧！去死吧！暗丧啊！去死吧！砰！现在是警探和凶手的。我发现这个游戏，狂滚那个鼠标滑轮会有那种放屁声。你什么耳机啊？这不是就两个人。就两个人了，打了，就两个人了，就两个人了，就两个人了。我说不玩凳子了，这他妈，装逼啊！你看你装逼，最讨厌装逼的人了。就挺好的嘛，只要现在再把他私人恩怨全部倒在我们身上。对，真的，你们那个滑轮滚快点，真的那种放屁声，不是他那是那个切换那个别。但是我听的他的意思是放屁声，我不觉得叫放屁声。其实我以前也是放屁声，现在好了。你以前也放屁是吧？你一直在放屁，你每天在放屁。没习惯死马灯啊，没关灰色衣服的人，没关，我这没显示关了呀。我知道这灰色衣服的人是只要因为他没有动。小眼是不是现在还在跟女那个小女生聊天、啊？跟那个小女生聊天，挺好的，可以。他走一步就不动了，对，走一步就不动了，走一步发一个短信。我都不能过去，你知道吗？他挡着我。好，他不让我上梯子，你知道吗？他挡着我。猪狗一样怪。哎，怎么有人死了？哎、他还卡在这里不让我走。我也想走啊！哎，走。我恨这延迟啊！我恨这延迟啊！恨呐、啊！完了，耳机死了。两行老泪纵横啊！谁他妈又关死马灯？然后咱们不要说这名字，这名字这多低俗、啊，就像狗样想出来一样。在我临死前说最后一句话，枪在二楼。哦，我找到了，谢谢。不是你不是死了吗？我靠！下面有个是什么开头的？那个，不是你干！我知道凶手是谁。姐，你是不是就是怎么都不想赢了是吧？没有，我觉得我根本有个不是拿了把刀，然后谁死了挺好，我就觉得他该死。好，这怎么这死了呢？谁在装逼？谁在装杀手？不是装路人、啊？谁是凶手啊？酷睿，我看你们两个为什么又是我走在一起，我就冲过去。酷睿，其实我觉得这酷睿当凶手最可怕了、啊。这酷睿半天不说话，不是酷睿当什么都不说话。要干坏事当然不能说话，对不对？这次玩 GTA 五，那个酷睿玩 GTA 五也不说话，这是你要知道的。我就是坏人，对，然后心里默念操你。然后每一次都不知道他到底你们掉线。你上一局的，上一局。徐福玩 LL 从来不说话一样。啊好，我死了。你要没直播，全程直播玩游戏。我靠，这谁呀、啊？这么屌！我操你妈！我操你妈！哎，为什么我捅了一刀没死啊？我他妈操了500遍，然后现在可以用。怎么说来着？你怎么说这么快啊？我怎么做到？不是我操你妈！操你妈！你妈操！输了吧？没有关死马灯了。妈的 ，Kilo 不 ，Crabian， 我知道是谁。哎呀，不是，当，哇，哇，当，哦，哒哒，你跳下墙的走上去是吧？可以，哒哒。如果可以的话，哒。哒哒哒哒哒，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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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长了，你知道吗？没有悬疑片这么长的，能不能快杀死对方啊？那谁死一个也行。哎呦哎呦，可以。我操你妈！我操你妈！哎，我能。姐、啊，我能理解你心情了，我能理解你心情了。
就摸一个脸吗？为什么我叫 November？ 我也想不脸。November， 谁啊 ？November 摸拉死妈死妈灯。这是谁啊？谁告状？我告状。谁啊？就这个拉死妈灯。喂喂，快跑！然后他。我看见什么神，还是上局那个人，是那个不是那个绿衣服一个女的。哇，这哈我看见了。小心，我们俩绿衣服女的。我死前要说最后一句话。你不能说话，你已经死了，你死后三十秒还能说话是吧？啊？啊，我还没过三十秒呢。不能说话。啊，行。在楼下。好。你，等下，这局之后我把他踢了。傻逼的，这他妈真没意思，你知道吗？真没意思。啊，你是凶手吧？我觉得那个凶手可能就 CC 了，不然他不会那么气。肯定是我呀！不是我是谁啊？啊？我觉得如果一般情况下，如果 CC 不是凶手，他肯定不会这样。我一直说死人不能说话，不是吗？我什么时候支持这个死人说话了？你找一个例子。没关系，管你、啊！让果酱爸爸救你吧。好了，等下让我去踢个人。哎呀，行 ，C 哥，你这个……好了，果酱这局不能玩。这是惩罚，对不起，我是个很好的 OP。再见。最后祝你。妈，我起不来了，可以。我真踢了，我真踢了，没有吧？没有，看还在。他这局能玩吗？他这局不能玩就行了。不能玩。这不很好吗？这是一局惩罚而已，是吧？可以。等一下，我死后五分钟要说句话。死后五分钟。好了。我好想随便杀人啊！杀吧。好，可以。我杀是谁啊？再往前走点可以减枪，再往前走一点。我刚杀是谁啊？杀的是那个。操你妈！对，就差一操，整天操妈妈的那个人。哦，就是果酱。操你！我都杀手，你来杀我吧。杀两个人了，人。我看清楚了，操你妈那个音频那个波形。我说了两遍，我看清楚了。可以，就记住了，可以。中间有一个梯形。自身的，抱歉，谁是这个自身马人专家？能不能到大厅来，我们来约炮？就你了吧？不，咱可能是我，不是我，肯定不是我。剩你，秀你们俩。哦，我要说句遗言，杀手就在这里。抱歉，来吧，我们来。哎，我不是打中他了吗？人家没有，你刚摸了他的脸，你没有打中他。那电影不都是打一枪死不了？我靠！我的线怎么还不是杀手啊？我好寂寞。他的意思就是他这局是杀手，此片完结。对，我是完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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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结了。必须，其实我是杀手。必须，大家就不能到一个统一的地点来进行一次一对一的大搏杀吗？一对一摸脸，严点别过来！你们不要提啊！我。我拿刀拿枪就想随便杀人，你们知道吗？哇塞，这个好厉害哦，这个人。等下，这两个绿衣服的人一样吗？哦，哇，完塞啦！这不完了吗？这不完了吗？完塞啦！哎呀，完塞啦！好三宅啊！好三宅，我终于哇，我面前就有一个哎！你就能让我赢几局吗？我不知道杀手是你，你知道吗？如果是你的话，就不会让你摸脸了。那不要提呀、啊，你这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就是摸个脸而已吗 ？Help！ 怎么喊 Help？ 按 Q， 然后那个什么？按 Q， 然后后面 Help。这他在这里喊是谁？开灯！来啊，砸死！灰色，
喂，迷之沉默。是男人就来大厅。单挑，你敢来吗？喂，我咋不敢呢？这就是。行，我来，我来，来，这是不能惹人家，来，也不能说人家是，对吧？怎么这么脏呢？哇，还露头，哇，能吃，感觉，我发现果酱就是那种就是把在游戏里杀人的偏要带到现实生活情绪里面，然后他杀了人的、啊、他赢了之后他又是最厉害的那种人。不是，我就是把现实生活带到游戏里面的人。你看我，虽然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对不对？开盘不够五秒就死。什么虽然你不是啊？什么叫虽然我肯定不是啊？你觉得我是吗？这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啊，你会死的。什么叫会死啊？为什么这个游戏统一到边还会飞起来了？为什么一直在黑屏状态啊？有人又关灯了？还黑屏吗？关死吗？灯了？你关灯了？没有没有，死了还是很黑屏。哦，你好 ，Delta。我天，我不是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我现在我不信你飘两次了。啊？这么多尸体，这么多尸体，天，这么多尸体，你说你不是凶手？这是上一集的呀！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有枪，我给你看我枪。那枪呢？喂，枪呢？掏出来！这里哇，好大把枪啊！杀那些手无寸铁的人。这口枪，你那样子就等于说是，你旁边一堆尸体，然后说真人不是我杀的，相信我。但你还是相信我了，好像。我哪相信你了？我的天！但你也逃不了。对，对啊，这就是。悲伤的事实。我天哪，我都把不知道他在一个屋子啊！天，我的天，谁拿枪、啊？又有人关死麻灯。能不能不要说这个？不，你 why 困扰 why 高尔夫高。Hello， 酷追。Right， 我看你。Why？ 像怎么样冲过来，对不对？不要，对我就你这歧视我是不是？枪在哪里吗？要不这样，还没讲了，给我自己捡回来。跳窗了！我不是死之前说是谁了吗？为什么没有人听我？你这是什么歌？我没枪啊，大哥。去捡。没有，刚刚那个人手上拿着枪是谁啊？肉色的。不是，在。我的天，这个你能不能让我捡到？你赶紧捡！能不能让我捡到？在切子弹呢，对吧？你能不能让我？啊！刚紫色一、no, 酷睿酷睿在切子弹，我将哎，撞了一波大屏，没意思，第一个杀果酱，不要把情绪带入游戏里面好吗？谁是杀手？哇，说的好你没有一样，我绝对没有。你看，现在儿戏的口音都现在已经变得有点陕西话了，你知道吗？这个人好丑啊！哎呀！酷睿看着镜子如是说道，不要靠近我 OK， 任何人靠近我就是一个死字，是吧？可以，我现在靠近你。这人是谁杀的？怎么死了？来，我靠近你，来杀我试试。这屋子没人杀我，捡不了信物。那你可以让一下吗？就是我要跳。不可以。你可以从下面下去吗？先这样让个位置可以吧？或者你跳那个，你跳那个门。等等，不，赢了，又赢了。刚发生什么了？这游戏没意思，真没意思，真没意思，真的没有意思了，挺有意思啊，这游戏。这不，我跟你说，我就是害怕打错人了，然后我再才叫。只要你。不，只要你这样也很没意思，你知不知道？你什么叫你怕打错人了？你要没打算打我是不是啊？不要关灯！但是他还是赢了呀，对不对？啊，我就是赢了，赢了就是道理。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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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那他是赢了，对不对？那就是
我们要关灯了，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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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谁谁在关灯啊，不是不知道爆头谁在关灯啊，我靠，三连杀高手在此，高手在秒杀，完了完了，势不可挡，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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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谁要再关灯就死一万了吧，我不够。爆头，双杀，三连杀，玩继续吧，你他妈你。你看果酱输了就怪杰，我是平民啊，我是平民啊，好吗？哎，要不是你关灯，我就不会死。是我关灯一直在。那什么叫我一直在关灯？刚刚是我一直在关灯。好行，要不是你关灯，我就不会死。你就赢了啊！强行怪这个，对不对？不是，为什么又关灯啊 ？CC 啊，开灯。不是我，这次不是我。开灯，能不能好好的、认真的开一下灯来玩啊？西西开灯，后跳开灯。好人叫酒店。怎么就死了个人了？怎么就死了一个人啊？我想死更多人。抱歉，不要靠近我。不要靠近我。哎，你这没意思啊！啊？行了，果酱呢？光明来，跳过来，跳过来吧。你不是凶手是吗？对，不是。我在灯旁边。我发誓，我绝对不是凶手。那你准备好接我的枪了吗？你发五都没用，完了，人家都发五了。行了，我G1你现在是黑屏吗？不是吧？对啊，是啊，是啊，是是是，是黑屏是吧？好，可以。随便杀，随便杀，跟你说，这里面还有两个人是凶手。对，杀吧，随便杀。对你杀之后，把枪再丢给我。对啊，那咱们两个在这里就是阵地看守就可以了，这无敌了，跟你说，哎呦，见一个杀一个，你知道，别人就不软。你要想，比如说那个，赢了，赢了，好，可以。不是好没意思啊，我想躲一波。让两人两只狗联手玩，就是没意思，你知道。跟你说，每次 CC 被我们其中一个人杀，他肯定要诋毁我们是狗。对，这必须的。我只是在说事实而已。是吧，说事实有错吗？不真的事实。对，不真的事实。然而没人敢反驳。哇，谁要关灯了？关灯，这是谁啊？天哪，关灯死吗？就是说谁在关灯？我不知道，总是有一个人一直在关灯。怎么？哦，是绿色，我已经高清直播在上面看着了。高清直播，绿色高清直播把我杀了。你还 4K 呢？我 4K 高清录制就是绿色的。我录制 16K， 两万帧对吧？180，别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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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说的这么……歪凳子，别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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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别管了，别管了，别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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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就是谢谢合作啊！谁要关？紫色里再关灯，紫色再关灯就死一个吗？紫色吗？那把紫色弄死了。不是，是绿色，绿色的凶手。我已经看到了。不是Tango。抱歉，是Tango。紫色死了，我的天！警探啊，相信我啊，是Tango啊。就是绿色的，我的妈！就是绿色，就看着他杀人的。唉，奥斯卡，谢谢。你好，奥斯卡。唉，好累呀、啊。我是好人啊，我是好人。哦，死了。哦，酷睿 BB， 我就是一想，这肯定是酷睿。他酷睿不说话，对他不说话。不是，他会躲到那个箱子里面，你知道吗？唉。就是作为一个强者的孤独，你知道吗？孤独的强者，以前的沉默者，这名字怎么那么奇葩？还 X 线，骏马出风，骏马，我的天，怎么五个人都在这里啊？快逃！哎，酷睿，你也叫那个 X 射线啊？对 ，X 尾。谁又关死？怎么又有人每天关死吗？等等，啊？来，我去看，好烦呐、啊！能不能就是？大家你们就有点道德底线行不行？不要关了。对啊，道德底线。OK 吗？我怎么什么信用都捡不起来 ？Michael 是啥？那个信用好像是要等那个那个辨识起来谁是那个警察可以跳头上？其实
我是山头。而这个这个没，我来下水道。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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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又有关死马灯的，能不能不要死马啊？我啥都看不到，下水道一直有灯。我是凶手，杀了我吧。那个人一直在闪闪光灯，肯定他就是凶手。干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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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凶手，干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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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看到那个人了，在你在你下面，完了你掉下去了，完了。你叫？怎么这打不死盲人呢？不是我打他没意义啊，对吧？臭傻逼，大傻逼，大傻逼，大傻逼！哎。我觉得还是得联手这个游戏玩，再联手试试啊！那姑娘，咱俩你联手吧，你们连屌吧！都想跟我联手，你看我人气多高，你知道？自己安慰自己，关死妈的！我谁关的？hotel 吗？那个 hotel 关的 hotel， 这是有两个 hotel， 只有一个 hotel， 我是这个，我是这个，怎么又关？你他妈，我是这个 whiskey。我是 hotel， 阿发挂机，小疼，谁再关就死一万个吗？哦，又关机了，谁呀、啊？谁呀、啊？为什么三个人在这里啊？绿衣服的，啊，好多人，所有人都绿衣服，谁呀、啊？你好，开灯好吗？开灯那是我的 ，fuck you， 开灯好吗？什么都看不到，那是我的。我、哦、操！那紫色这么狼狈吗？紫色的杀手，紫色的杀手，不用看了。哦，紫色，紫色，杀他，杀他，杀他！黄色，你准备好接枪就行了。完了，完了，完了！臭傻逼！赶紧接起来！完了，好，我们这就录到这里吧。好呗，好可以。OK， 好 ，OK， 好呗，感谢大家收看。啊。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拜拜，梅兰梅兰梅兰吃饭，必须梅兰按手吃饭，按手饭，按时吃饭，按时梅兰，按时吃饭，吃饭啊，不是吃吃饭吃饭。